won't work on this thing. <笑>我看到一下，他现在这个阶段是没办法做攻击的。他现在这个阶段是不能攻击，因为他眼睛没长出来，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屁用，完全没什么小用这样子。 哎呀，动作超慢。现在是虚弱状态。虚弱状态的话呢，我可以先来捡些东西。啊，有了，长出来了。他这个状态啊，就会跑超快的。 而且他瞄到他的眼睛真的是好难啊！绝对不能卡到，卡到你就被他抓了。 圈游戏。哎哎哎！哈哈哈哈哈！手榴弹丢出去了。哎，我没捡到手榴弹 ！What the fuck？ 怎么可能？我没有捡到手榴弹啊！ 哎，太好笑了吧！不要操之过急啊！刚刚前面那几场都太急了，他现在应该是属于躲起来，他没有躲起来，他现在这是虚弱状态啊，虚弱状态的话，基本上很好闪。 我好像捡子弹哦，因为我真他妈没子弹了，这边捡过了，可不行。这个状态就是不能去捡东西了，你捡东西绝对被他抓。 两发就可以了，打两发跑一下，可以很悠闲的边跑边装子弹，有没有？哎呦，该你老师嘞，差点。 变瘦弱状态了，找子弹，找子弹，有药草。嗯，不能这样装哦。Damn，where is it？ 哪里啊？刚刚不见了、欸，没关系，不见正好。哎、欸，刚有看到手榴弹了，那边有一颗手榴弹啊！我看到手榴弹了，狂暴了吗？没有，他真没狂暴。
再一次绕圈圈。快点啦！不要再追啊，挥刀啊！我又跟玩琼瑶游戏哦，来抓我啊！哈哈哈哈，来抓我啊！哈哈哈，来抓我啊！不是肯尼娃娃，来抓我啊！哈哈哈哈，我在这森林里面穿梭，我在这工厂里面穿梭啊！哈哈哈哈，快点来抓我啊！你怎么抓不到我呢？这小淘气，哎哎哎哎！我刚才那个手榴弹哪边捡啊？刚刚那颗手榴弹哪边捡来的？快点，他跳下来！这个用摇杆玩应该会 K 笑吧？哦呦，腰虚，差点挥到我，我老二差点断掉。不好意思啊，我在找手榴弹。该不会是这里吧？不是这里。他去哪里了？干，他又不见了。这里啊！我这才刚用完，马上就要使用了。不是，刚捡完，马上就要使用了。啊！他跳下来了。再敲一遍，哎呦！Go away！ 哎，我没有死啊！三八。有，好好厚啊，打不赢啊！我的子弹都快用完了，各位。该不会我说子弹耗光，还敲不赢他吧？看你妈的，越来越大只了。啊，有妖修贵哦！林北剩九发啊，救救我啊！干，真的要死了！
手榴弹伺候，有没有效？终于啊 ！Oh my goodness！ 妈妈不给网路小，不给小孩有网路，大概就是这样子是吧？死缠烂打。哦，终于。Somebody's watching. Oh my gosh！ 捡东西哦，这边应该不会再给子弹了吧？希望能再多生一点出来给我啊！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肉圆没有加辣，干，以后我会注意加辣的，真的很抱歉。我以后会注意加辣的，俺真的很抱歉 ，sorry。剩下六发了。不过至少知道这只怎么打了啦。你讲实在的，其实冷静下来思考，真的不难打，真的不难。那动作其实也不会像利卡那么靠背啊，那就是慢到一个可以欸，很好掌握啊。好了，刚刚那个东西哦，在这里，我的附近子弹都被我捡完了。这是存档点吗？我睡，终于。该给的还是要给啊。药草。这是我刚刚推的那个地方，是不是？然后我们掉下来嘛，没错。待会搞不好遇到艾达哦，我印象中好像会遇到艾达的样子吧。艾达 one， 哎呦，开了，启动了。怎么办？我肚子好饿哦。哎，安安你好啊！总觉得他会再出现，他一定会再出现的，绝对会，他绝对还会再出现。又给一个色带，他绝对还会再出现的，您放心。因为他是这一个系列作里面的重要灵魂人物，他不可能会不见的，他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挂。少捡一颗手榴弹的表示，哭哭。爱打是奶大奶，没。其实我们这个是找美凤姐，美凤有约的美凤姐来演的啦。啊、哦，其实这个演员是美凤啊，美凤姐姐。再过五分钟，美凤姐就要出现了。美凤有约，这里不能跑步，好，可以跑了。Damn, need a key card. Oh my.God， 我没有子弹了、啊，各位。You gotta be kidding me！ I'll be kidding me！ 巴萨 ！No！ 狗狗坏坏，狗狗滚！Hey！ 破坏时光。Stay sharp！连僵尸狗，连狗都被感染了。Lower it。这狗严重白内障。FBI。我是美凤姐。Sorry，
Thank you. 为什么没有下载中文发音？不要啦，太诡异啦！ Surprised you made it this far. 我不会让你们拿到我的 G 屁股。FBI, huh? What's going on here? Sorry, that information's classified. Where are you going? Do yourself a favor. Stop asking questions an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你们都错了，其实这是找20年的虞美人。Hey, I'm not done talking to you. 好了，他走了，那我们接下来干嘛呢？逛街。这边有一扇门，这应该是进不去吧？果然，这游戏不适合中配，这个怪里怪气的吧？我是觉得会怪啦。可能就是习惯了啊，这都是习惯问题啊。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嘛，这没什么好争的。那边在敲铁门。我们刚刚从哪边？我们这边爬上来的，右边有一条路，这边下面也有一条路。先走这里看一下好了。嗯、警卫室。谢主隆恩，我又吃蛋了，终于有了 B1 的靶场犬舍，不用说了啦，这里一大堆，一定一大堆僵尸狗啊！有鬼，他妈真的有鬼！拘留所，错死嘞！三小啦，有本事错，哎呦，真没啊 ！Hello， 给个 like 好不好？行不行？他说可以，真好，给个 like 吧，好不好？我可以隔空开枪吗？也可以、欸，对不起啊。我只想四个招啊，小牛小哦、啊，牛刀小试一下，哎、欸，没想到居然就真的穿过去了。卡条。抖肩舞，每个都会抖肩舞，以防万一，先发制人。这个真的死透了。我心骑白马啊，过三关。我大概懂他的意思是什么。还是 前面一直不断的摇晃，来回摇晃，我就知道你没死。浪费子弹中，不会浪费啊！待会这边铁门一定会全速开启啊！你信不信？依照我多年来的游戏经验，全会全开。这时候全部僵尸都出现了，我这个是在。为了保障自己没事，你看，你看，这边就一个拉柄，拉下来全开给你看。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是先清掉，他们等一下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边就一只，对不对？哎、欸，有人 ，Hello， 是谁啊？ Hey. I don't believe it. A real human. 货真价实的人类。Hello, human. You been here long? Long enough. Are we the last ones alive? No.No, there's a few of us. Huh. That's good news, I guess. Yeah. That's of course Irons sent you. Irons. 艾伦斯局长. Is he still around? Who cares?
Hopefully he's somebody's dinner by now. 啊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他最后是不是也会 ？I'm sure he had a good reason. He did. 这家伙最后好像也蛮惨的哦，我有点忘记他会怎样了。Dirty ass. I'd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to him, I guess. Oh my gosh. Hey, I'll make you a deal. Unlock this cell, and I'll give you this. There's no other way out of that parking garage. Believe me. Sorry, I can't do that.I have to talk to 我得先和局长谈。Look, we're both prisoners in the station, so either we play nice and help each other out. Shit. What? It's coming. What? What's coming? Come on, come on! Don't be an asshole. Okay, you need this. Just get me the fuck out of here. What? What? Ah! 死去。大爆死！Who is that？ 跟世代完全不一样。So I can put that thing aw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happened. Just 我记得不是被狙干掉，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记得好像是病毒弄死他的啊。I told you to get out of here. 居然这边设计被狙给爆头。You knew him? He was an informant.Had information of use to my investigation. 提供有用的情报。He said was true. 哇，就他死了，菜鸟害死了他。You can't keep walking away from me.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他被菜鸟害死了，李阳这个雷。哦，不行，我这个我没有权限，我必须要问局长。局你妈。Before it's too late. Then we'll talk. Name's Ada.二十年前，他死也不肯出来。Well, I guess the deal's on. 硬派模式就是最难的模式啊！这是什么？这个是要用什么东西接线哦？哎呦，拿到了一个曲柄。需要已经停产特制电力面板零件发电机房应该可以找到一些。我刚得知发电厂里面只找到一个特殊零件，去钟楼修理中的那个人应该会有另外一个零件，谁去骗他？不，礼貌底下那开口要零件好了。钟楼有零件。What in the world？ 死去。好了，这边僵尸应该都杀光光了吧？我在想，如果那时候我拉拉饼下来的话，他是不是就出来了？那他应该就不会死了、啊，对不对？哦，就因为没有电力，其实真的他还是得死。好，这边僵尸都杀光了嘛，到时候恢复电力的时候，好，恢复电力的时候再来这边拉这个好了。这边暂时是没有办法前进的，走另外一边。居罗所走完了，我们去这边吧。发电室、发电机室，钟楼应该是这边。啊，走到楼上去。待会暴君应该就会出现，那一定是暴君啊，不用讲了啦。你看那个手套都出现了，力量手套呢？原来美凤姐屁股这么会摇，哇 ，sexy 呢？哎呦呀！看会不会待会丽卡又出现了呢？我超担心。靶场居然有一个尸体躺在那里。7439的钥匙，钥匙弯曲弯折了，无法再使用。但按一下按钮还是可以开启车门和行李箱。按按钮， 7439。磨损的钥匙有用吗？
浣熊先生想说的话。浣熊先生玩偶需要射击练习。菱形钥匙。照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到时候应该会回警察局哦，因为菱形钥匙还没开过啊。那边有个娃娃，好想捡。什么孔明的陷阱啊？子弹。最起码林北有48。这个是要打。这该不会是跟七代一样摇头娃娃那种类型的吧？然后破关之后，你会收集几个摇头娃娃这样子。果然，什么25个摇头娃娃，什么诸如此类的，要你去找这样子。这边没什么，该走了。靶场去过了。我有点不太想要去犬舍欸，我真的超怕被咬的。算了，逼不得已还是去一下好了。遥控可以开车厢，到水沟盖那边检查钥匙。水沟盖哪边检查钥匙？妈的，死狗！我有不祥的预感啊。蓝色药草，蓝色药草怎么长这样子啊？明明就紫色药草，紫色就紫色，蓝色。狗全部被关起来了吗？应该是可以不用理会他吧，希望他不要自己破出来哦。我这么揍人，干这个游戏，如果有人怕狗的话，我觉得这边应该会让他非常的紧张。我是不怕狗啦，不要！这对怕狗的人应该是一大挑战，我真的觉得是一大挑战。还好他们不会冲出来。不过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哦，应该是我回头的时候他就会冲出来了。游戏都这样子演嘛。曲柄在这边用的。最好是先打掉。不是啊，我子弹有限，怎么打掉啊？九发而已欸。车钥匙在停车场调查，后面有遥控器解锁，有好东西可以拿。欸，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回停车场，是不是？先回停车场看一下好了。还有一只，上面还有一只。Shit！ 没有子弹了，少啰一把说。干什么？你想不想死？欸，什么？居然。你刚刚说停车场吧，我去看一下。那种意思被感染了，当然被感染啦、啊，不然怎么那么凶，对不对？这个，来吧，哪边的车子？这一台吧。
哪里啊？先不用急着拿吧。唔知，我已经拿了。都一等等呢？后车厢这里，不是你，这里。哎，站位置很好。有很急吗？应该没有很急吧。我是不知道待会哪里有储存点啊。暂时先放在那里好不好？反正它也不会消失啊。算了，还是拿一下好了。反正等一下我们捡到火药，我们还是可以和散弹枪子弹啊，捡一捡好了啦，没差了。Who cares？ 等一下第一拳出来，你会没时间拿。好，我已经捡了，谢大家的提示跟指使。我们都已经把那些狗狗杀光了。还会再出来一波、哦，那岂不是超浪费的吗？我已经剩下一发散弹枪的子弹了，耶、yeah ！动保团体要来抓我了，这也是发电室吗？还是验尸区啊 ,53477, 贾斯丁韩森。欸，这家伙会不会动？我可是没有子弹啊。按住。东西有尸体，原来你的钥匙在这啊！哇三小干，靠你吗？好了，没有子弹了，要就快一点，你没被戏啊 ？Nope。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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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发电机室，靶场。这边的话，没意外，我觉得应该是存档点吧。你看啊，这边就只有这条路，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我们回去那个地方好了，我赌那边是存档点。用我的小鸡鸡担保，如果不是的话呢？好，我就没事，不要理我。怎么有声音？老头鸡鸡有点大，不用担心。我是有点大啦，真的。我的鸡鸡的确是有点大啦，这个你们不用操心啦。欸，看，我就走错路了、啊。白痴吗？玩的，玩一个游戏心不在焉的。一直在想着我的鸡鸡好大这样子，心不在焉。
靠北，他们全部醒来了，操你妈！快点，快点！没位置，没位置，逼不得已。打开它，有可以去开那个零件锁。靠北啊！哦，这边啊，我没有子弹啦，我没有子弹啦，我要被轮奸啦，轮奸啦，我要被轮奸啦，啊！被轮奸啦，冰酸哦，哎呦，没事，轮转位移，一个飘，一个闪，顺利逃脱，技术操作。有没有？干，是时候去拘留室了。希望那边会有子弹，不然我真的快要没办法撑住了。我们刚刚把所有子弹花在狗身上，花在狗儿的身上啊！刀子啊，我就没刀子哈。这边讲刀子，刀子是有耐久度的、啊，讲好像刀子不用钱呢、欸。你是不是觉得刀子不用钱啊？这边僵尸应该都死透了哈、哦，刚刚杀过了，浪费了一堆子弹，很棒的。然后这边吧，对，就是这里，顺便拿他的卡，干，一个还不够、哦。啊，是要几个啊？上面还有一个吗？没反应啊！不用做任何的调整，拉下拉柄就 OK 了吗？拉一下，哎，要两颗。是男人才要两颗啊！你又不是男人，你要两颗做什么啊？一派模式真的不是人在玩的、欸。我刚才我听到有人在推门的声音，该不会他们闯到这边来了吧？超难过的这里。小心一点！看来只好去往楼上走啦。发电机室其实我还没有完整的探索过、哦，要不要赌看那边有没有子弹可以捡啊？因为我只去那边拿东西我就走了嘛，对不对？放完电又要解谜。六一波，六一波，枪托可以跟手枪组合。我的是预购的枪啊，不能组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手上拿的是预购的枪，不是那个游戏里面附赠的枪支，所以不能组合，非常的遗憾。不好意思啊。验尸室里面有一只嘛。暂时先不过去了，我真的没办法。这里有药草，搞不好那一颗在这里。哎、欸、哎、欸，终于啊！哦，这边有僵尸哦，听到声音了。我真的觉得他们会从下面爬出来，哎，我有种感觉。这边在漏水，
呀。要对到红色了是不是？这个跟以前的解谜好像哦。有了，哎，居然没有。Nice sir。开了开了 ！Oh my god！ 我 ！No！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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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型跑法，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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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命快递。他刚开的是哪里啊？这个地方开了，不是吧？这本来就开了、啊，要不然是这里？算了，不管了，先跑再说。阿拉巴加西，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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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他刚刚是哪里解锁啦、啊？我怎么看不见啊？发电机发动了，应该是二楼的部分吧？看样子我好像走错边了，是不是？我靠，怎么还有啊？哇！走开，走开！你在跟谁玩呢、啊？玩成这个样子那么嗨？你怎么这么嗨啊你？嗨哥诶雷！有摸海呀、啊！果然如此啊！我上来了。哦，他妈的，我终于来了！哥哥啊，记个路好不好？让我 safe 一下也好啊！啊！我获得重生了，他奶奶的，重生啦！什么烂木板，占太多位置啦！啊，好，看我没有打算要装这一把的意思哎、欸。啊，终于，我们子弹好少、哦，想哭，难受，香菇。终于有子弹了！我又没有麦格农，电子零件，这个该不会是插在那个上面吧？对不对？哎，对啊，没有色带啊，完蛋，我死定了！这里只许存档，不许存色带。啊，不许哦，没有给色带，不是不许存色带。哎、欸，没有色带、欸，怎么办？没有色带的日子要怎么过呢？怎么过？怎么过？怎么过呢？没有色带啊，我要怎么回去？我回去都是狗啊，哥哥啊，都是狗啊。等一下，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不要那么急，不要那么急，你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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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啦，等一下，等一下，真的真的，请你等等，请你等等，好不好？再等一下就好了哈，哎，乖，哎，乖啦，乖啦，乖啦，真的真的真的，乖乖，喂，嗨，你好。
真的啦，乖乖的啦。还有一只啊。当然要封啊，这不封早死哦。我讲真的啊，你这个不封真的绝对是早死啊。哎，你好，初次见面，初次见面啊。小刀，谢谢。大门已开启。哎，这个半身的好眼熟哦，他怎么不动了、啊？你就不要打扰他了，好不好？哦，原来通到这边来哦。行哦。哎哎哎哎哎，我回来了。现在在哪里啊？逃生梯从那边走上来，我们先出去，回到那边 safe 一下，好不好？靠腰。哦，还好没事，我疯了。疯得好。我们那家伙嘞，马文呢 ？Marvin， No， Damn it！ 你有没有掉子弹啊？ This lieutenant， I promise。副队长掰，完了，没子弹，没射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还有个电子零件没有取得，然后这个有胶片。冲洗室在啊，冲洗室在这个地方啊，走这里应该没问题吧？因为这边还有一只僵尸没杀。干老师什么声音？哇 ！Oh my god！ 奥利宽，我带，干！三楼置物柜 DCN， 我怎么感觉好像不太需要啦？干老师，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就是。洗这张没用的废照片，你要叫我怎么活啊，各位？看来逼不得已，只好使出这把枪枪了。啊，没有射带，怎么办？柯南中哎、欸，柯南敢死队呢？另外一个电路元件到底要去哪里拿？啊，菱形钥匙，我懂了。这是一楼，这是 B1 美术室的东西。我是不是没有拿美术室的东西啊？为什么总觉得我好像真的少了什么东西的感觉啊？我好像真的少了什么哎、欸？洗衣间。二楼洗衣间，所以说我现在人在这里，然后我要走上去，然后到洗衣间开个门。看，这边很危险哦，开了准备上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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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fire！ 啊！没事。没事啊，我很 nice， 没事啊。然后现在怎么走？图书馆。我要先到淋浴间绕个路，靠一圈过来这样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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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里应该不有立卡吧？不要、哦、哥哥，没事没事，我还活着，林北还活着。我
们现在呢正准备要再往下走一波，去洗衣间，祝我好运。不要，丽卡不要，没事没事，丽卡没有来。快点快点快点，这把钥匙没有用了，丢了。啥鬼啊！就是这个东西。原来是音乐游戏啊！一楼拿包包。哎，干，你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有存档吗？雷知道我到现在还没存档吗？没有十二代啦。哎呀，真的是这样子不行的。我难过啊。那胖仔呢？那个胖仔没看见。我觉得我回去的路上一定有利卡啊，他有给你们佛心哦、啊？怎么这么佛啊？插电脑？什么东西插电脑？你觉得舒服多了，我一点都不觉得舒服。我现在还没有存档的情况之下，我一直觉得很紧绷。而且林北现在没有补血了，你知道吗？我随时随地都可能要重新来过，各位。我随时随地都会往生。我们要去哪？呆呆在这里，从西侧办公室过去。好的，祝我好运。干不对啊，西侧办公室那边有利卡、啊。刀子在僵尸身上，你那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可能会想跟他拿回刀子啊？利卡在旁边啊，大哥，利卡在旁边啊，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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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有利卡活动，有利卡正在活动中。现在这个情况真的非常的尴尬，你知道吗？用武士刀砍他，砍屁呀、啊！不是慢走他不会打你吗？没有，该怎么讲，他你只要有靠近他还是会感知到你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你一靠近他就会开始想要对你挥拳相向啊。那时候第一次什么声音，那时候第一次他没有攻击我的时候，他好像是在猎食吧还是干嘛，所以说他完全不想理我，对吧？啊，这次就不同啦、啊，对吧？看，我不应该太早存档的，我真的好后悔哦。怎么可以这么的后悔？我刚有一台看他慢慢走过去的，他慢慢走过去哦，可是旁边有僵尸呢。旁边有僵尸的情况之下，我慢慢走过去，你确定 OK？你知道啊，失败变成人哦，就他妈只有一次机会哦。你北身上这些子弹应该是没有办法一气之间把它给解决掉哦。开门它就有声音了、啊，还是说我从这边开门？然后慢慢的走走走走，可是这样绕一大圈呢、欸，各位。
前面那一扇就是我们的终点了。103，我们有刀子了。哔哔，还有什么没开？包包扩充吗？我们是不是有个地方也是需要曲柄工具啊？有人还记得在哪里吗？203。哎，喵叶安安，哎，我觉得我等一下真的要去了。你该不会是要刚刚吧？超强的哦，可以哦。我想一下。这边实在是非常的煎熬，干你老师欸。我们先想一下我们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好不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要干嘛，他都取得电子零件。算了，看一下文章好了。钟楼修理的那个钟楼。哪里啊？我很怕我走错路，你知道吗？出口在哪里？前面那扇门就是啊。safe。嗯，我用电脑玩哦。对啊，接下来去哪里啊？嗯，哎呀，怎么办？接下来要干嘛呢？我们的菱形钥匙已经没了。曲柄工具要开哪里？验尸室啊，还在地下一楼哦。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先去拿一下美术室的东西啊？因为讲实在的，美术室东西我忘记拿了，是吧？对不对？对嘛？没有拿到那个宝石啊！现在去应该不会很危险吧？希望如此啊！钟楼在停车场那张地图，一堆狗，那干我死定了！那群狗应该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的。我一到停车场，那我应该真的要死一波了。神啊，救救我吧！一辈子荒了半个人的我没有拿，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这边是不是要用曲柄？我来猜猜是不是这个地方。没有错了，哈哈哈哈哈！我
的早餐好香啊！我现在胃痛啊！给个色带好吗？你现在来个娃娃，我一点也不会开心的、啊。有没有绿色药草啊？这是哪里？新型的钥匙，这个已经没有用处了，丢掉。等一下，这里是哪？这边会到屋顶欸，我好像没有去过屋顶是吧？那这里下面会到什么？下来会到侦讯室和观察室。你觉得我们要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哪边有药草，哪边有子弹？交给你们决定了。我的生死已经就是这样子了，没有什么好值得留念了。再招也不会这样。啊，没有子弹。先去楼上。好，散弹枪。我觉得下杠威力比较十足，因为现在我现在是黄血嘛。我只要再被扑倒一次，基本上就是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I'll so cool， 不留一些遗憾。say goodbye。这边有两扇门，哪一扇呢？这个可以到大厅欸，表示想先走这里。看来您先撤退。阳台，东侧仓库。为什么都是蓝色药草啊？给个绿色的好不？哇，这看起来非常的危险，感觉有什么东西要破窗而入了。不要这样！哎、欸，不要！哥哥啊，你为什么就这样子断了呢？完蛋了！我要存档，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哥哥，救救我啊！这什么东西？干！我现在人在哪里？会到美术室，我要再走一轮。这里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Oh my gosh！ 小刀不管用啊，算了，小刀留那个闪光弹留着好了，到时候可以拿来用丢的。屋顶走下去到哪里？我看一下哦，走下去会到锅炉室。然后这边的话呢，会直接绕一圈回来。哥哥啊，你的药草都这样子吗？你药草都是给这些的吗？啊，靠北，这边已经大火了，这边根本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只能走锅炉室了。耶哦耶！确认过眼神，是体质讨厌的人。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啊？哇！我自由了！啊啊啊！耶、啊、耶、yeah, yeah ！去捡一下红色药草。哎呀！哎呀！我活了，这可以让我挡一下伤害啊，最起码一下好不好？是不是？
Oh my gosh！ 哦，还要拿扑克牌贴额头，猜数字，可以。啊，这个声音怎么那么恐怖啊？干，这也太可怕了吧！不要哦！不要那么跟我唧唧歪歪的。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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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you, man！ 给我小，我们怕他再起来一次。给你们看，趁热，行不行？哎呦，还真的嘞 ！Son of a bitch！ Son of a bitch！你好烦哦！啊，色带啊！上天的恩惠！哇！